诸位同学，请看第七段，经验菩萨寄诵第八首：佛知无碍包三世，刹那悉现毛孔中。佛法故土即众生，所现皆有随念力。清凉大师在注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第八首偈就是续住随念之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过去的境界本身本事住叙事，所以称之为叙住。说于此叙住而起随念，念具行智，名虚住之理。这是对这个名词术语的解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，种种的行业果报，这些事情在不在？佛法里面讲啊，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啊，所以阿赖耶称为藏识啊，藏识含藏不实。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档案资料室一样，全部都储存在那个地方，并没有失掉。你随时起个念头啊，这个档案立刻就调出来了，就起现行。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啊！一切众生所造的行业果报，实实在在讲的，都有资料可查。你不能说是隐瞒我做这些事情，没有人知道，那你就想错了。有一些世间人听到阎王殿上有涅槃台呀，人做了很多错事情不承认。好，你到涅槃台去照照镜子，那个镜子大概就像电视画面一样，把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一些恶业，全都在那个里面放映出来，你自己看。然后再问你，你承认不承认？阿赖耶识的含藏，比涅槃台还要厉害。纤毫不露
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，你还敢作恶吗？学佛要明白这一些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。佛这一个智慧圆满，知道自己生生世世，也能够明了一切众生。啊，《瑜伽论》里头对于这个名相的解释，他说：“若知前际。”前进前世，前世讲过去，过去无始啊，你能够知道，随念一切去因，是遍去理。若知前际、姓名、苦乐等事呢，这叫续住力。解释这个名词，主要是在后面这一句，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，你的行业，你所得的果报，你的色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在这个一生当中所受的苦乐种种果报，这个能力叫续住力。记文当中第一句是讲能力。第二句呢，刹那显现，这是讲时间的短促，查阅这个资料速度啊太快了。第三句是讲的所念的事。最后是戒归至理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：佛知无碍报三世。我们特别要注意三世，不仅仅是过去。未来也知道，那我们要讲了，如果未来知道，那不就是变成虚命论吗？我们的业报怎么能转呢？像《了凡四训》，孔先生。算定了凡先生的命运寿命53岁他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教他断卧修禅，他活到了74岁。这个命到底是有定还是无定？佛菩萨怎么个讲法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，
佛说一切法，没有定法。佛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。佛说的是什么呢？佛讲的是事实真相。现前就今天而论，你是怎么个结果？孔先生算的。云谷禅师所教的呢，变数。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里头啊，有善有恶，有无记。那么每一天呢，都有加减乘除，善加一点，恶少一点，恶加一点，善少一点。天天都有加减乘除，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大致上那个算命就算得相当准确。我说幅度不大，如果幅度大了，大幅度的起降，这个命运就不准了。佛菩萨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每一天的变化，他都晓得。这才叫真智慧呀！每一天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缘？知道你每一天起心动念，知道每一天的造作，昨天跟你讲的命运是怎么样，今天又跟你说你的命运怎么样。换一句话说，命要天天算啊，算一次不灵啊，天天要算，年年要算。年年加减乘除不一样嘛，所以你要问佛，像我们世间问个流年，问个终身，那是不可靠的，是不准确的，除非遇到什么，遇到一个愚人、痴人。他天天守住他这个命运，就像了凡先生一样，每一天什么都不想了，反正命算定了，那叫标准凡夫，他也不作恶，他也不作善，反正命定了，那就完全照着孔先生所算的过日子如果他作恶作善了，就变了。他要做大恶，等不到53岁啊，可能30、40就死了。恶报现前。那么他要做些大善，他可能就是60、70、80了，起变化。不管你怎么变，佛都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你时时刻刻起心动念，你所造的因，你所得的果报，佛没有不知道。佛知无碍报三世，知道过去不难，知道未来就不容易。这个续住随念之力，着重随念这两个字。随念是活的呀，
如果没有随念呢，虚住智力呢，那就变成虚名论。这两个字加在里头，好啊，活活泼泼。所以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不知道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呢，要修佛菩萨，不为自己。为众生呢，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。帮助众生回头，帮助众生觉悟。所以我常常劝导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们。我们在这一生很难得了，不管你是什么因缘，你今天剃头出家了，你选择了这个身份，你选择了这个行业，就要敬业，把这个行业干好。这个行业是什么呢？佛在经典上常讲啊，天人师啊。你也是真难得了，你选的行业是天人师啊。那么我们要问问自己了，像不像天人师？这些年来，我们在各个地方讲经，打出一个总的题目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就是我们的行业。我们要学习做一切众生的师表。师是表率，我这种行为可以给你们做表率，可以给你们做榜样、做模范。你学我这个行为呀，就对了。我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呢？我这个行为是佛菩萨的代表，用我这个形象啊，代表诸佛菩萨了。那么，我这个代表像不像？这个形象果然像。我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，才真正在这个地方做自度度他的工作啊。这个工作用现代化来说，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《大经》里面讲了太多次了。教化众生最重要的契机啊，这个机，当前这个世界，当前这个世界的众生，首先我们要观察现在这些众生，他有哪些错误？对于宇宙人生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什么地方他想错了，什么地方他看错了，
什么地方他说错了，他做错了，像大夫治病一样啊，先把他这个病源找出来呀，然后对症下药。药在哪里下呢？药在我们本身下。本身不论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，啊，说老实话，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示现，诸佛菩萨已经成就圆满的智慧功德实相了，他还有什么毛病？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但是到这个世间来示现，那说那装病。他不是真的有病，装病。装什么样的病呢？所装的病就是现前社会大众的病。然后再治疗。这个治疗是给社会大众看。你看，我有这个病，你也有这个病，我治好了。你照我这个方法，你也能治好。这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为一切众生呢做种种事情。菩萨要没有这个智慧，怎么行呢？众生这些毛病不是一生一世学来的呀，根源深，生生世世累积的恶业，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。过去为什么不发作呢？过去也发作，发作的少，发作的不严重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缘。过去的善缘多，恶缘少。我们知道果报的现前是因。加上缘，才变成果报。有因没有缘，不会结果。就是种子，植物的种子是因呐。它要结果呢，它一定要具足，这个种子要种在土壤里头，还得要有适合它生长的这些肥料、阳光、空气，它才会发芽，才会生根、茁壮、开花结果，果现前了。如果缘要不具足啊，你这个种子把它放在一个玻璃杯里面。你放100年，它也不会生根了，也不会发芽了，没有缘。古时候人心淳朴，好善好德，这就感应诸佛菩萨大圣大贤。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教化大众啊，这善缘殊胜。所以，阿赖耶识虽然有恶习种子，它不起现行。
现代这个社会，众生念念当中啊，他念什么呢？他念贪嗔痴慢，排斥圣贤的教诲，恶缘殊胜，善缘没有了，要有感应。什么人硬化到这个世间来了呢？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喜欢作恶，你也喜欢作恶，这两个就起感应道交了，妖魔鬼怪来了，助长你的恶业，让你在这一生当中毫无顾忌。拼命去造恶业，到你命中之后啊，恶的果报现前。所以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是定法。修学大乘的人懂得这个道理。为什么没有定法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心想不定，境界哪里会定？果报哪里会有一定？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讲的地狱，那是什么时候的地狱？古时候的地狱。不是现在的，现在的地狱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比古时候的地狱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呀。为什么呢？古时候造恶的人少，现在造恶的人多。古时候那个地狱容纳不下了。古时候造作罪业的人，说老实话，还有一点良心。良心还没有灭尽呢。讲起这个恶业，还有一点不好意思。所以，地狱里面的刑罚。轻了。现在的人作恶毫无忌惮，一丝毫羞耻的心都没有，一丝毫惭愧的心都没有。那么我们晓得，现在地狱里的刑罚，比过去经上讲的不晓得要重多少倍。这种道理，事实真相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间，参加了这个行业。佛的形象在哪里呢？佛的形象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，我跟许许多多宗教接触，我都告诉他们：上帝的形象在哪里？在基督徒啊，在天主教徒啊，犹太教徒啊。上帝形象里头最重要的，神爱世人。你们教徒代表神的形象，神怎么爱世人？要你们的教徒做出来
爱一切世人，你们代表神。啊，佛家的大慈大悲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在哪里？空空洞洞的，太抽象了。在佛教徒、佛门的四众弟子，代表诸佛菩萨，要把你的大慈大悲落实，真正慈悲一切。啊，伊斯兰教。每一段经文前面说，安娜确实是仁慈的，他们称上帝称安娜，安娜仁慈在哪里？在回教徒啊，回教徒代表安娜落实仁慈。这个是做圣之徒啊，这是圣人的学生呐，圣人的弟子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我们这个形象像不像？一切时，一切处。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像不像菩萨，像不像佛？啊，我这个样子走出去，能不能见人？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当然，过去是这个夜袭深重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佛知道啊。新眼前这些环境是云，我们每一天读诵经教，经教是云啊，希望用佛的经典教诲这一个善缘，把我们阿赖耶识过去生生世世修学佛法的种子引发出来，现在有个好的形象。果报嘛，这个形象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一切人、一切物，啊，这个物我们讲九法界众生，看到你这个形象，都敬佛，啊，他对你尊重，就是对佛菩萨尊重，就是对圣贤尊重。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真性尊重，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呢？我们不能够看清自己啊，不能够忽略了自己啊，看到一切众生的病，我们要勇猛精进。在自己身上实现改过自新，做给人家看啊，这就是这个十种力了，十种不思议的善巧方便，十种不思议的。全知，啊，那么今天世界上的这些众生，普遍那个病根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
没有慈悲心。自私自利，狂妄自大了，通病。我们怎么帮助他？我们把这些毛病全部改过来，我们做出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要去做，做给人家看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小心谨慎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行菩萨道。这叫行成佛之道，这个事情是难，难在什么呢？从小没学过，我们到中年，甚至有人已经到晚年了，不得已在接受补习教育啊。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补习教育从哪里着手？还是从同盟？从《弟子规》入门呐，《弟子规》这一本书里头是教小朋友的，在古时候，五六岁就开始教了。学规矩了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了。我们搞这个行业，所以我非常重视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里头每一句、每一个字都要落实，你才堪称为天人师啊！你会讲经，经讲的天花乱坠，你自己做不到，有什么用？谁相信你？你不能成就众生，为什么？他对你没有信心。你说到，你做到，大家对你有信心的，对你尊重啊。你会说你做不到啊！你在大众当中，你的形象依旧是狂妄，依旧是虚伪，依旧是不诚实，谁可以相信你？你们想想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遇到一个人，他自己称为善知识，他说的是一套，他做的是另外一套。我对他是怎么看法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所以，我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讲得好啊，现在、未来
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因缘果报，刹那细现毛孔中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。好，诸佛菩萨要这个资料啊，太简单了，立刻就拿出来。用不着去找啊，用不着去查了。啊，清凉大师注解说得好啊，毛孔中，极其微细之处，就现前。现在科技很发达。把许许多多资料储存，哎，在一个小光碟。这一个小光碟比毛孔大多了。你们想想看，这味道。啊，佛这一毛孔当中啊，储存无量无边众生。啊，这个是尽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资料，哎，都在一毛孔当中。每一个毛孔，一佛如是啊。科学技术怎么研究，怎么发展？说老实话，比起如来的神通啊。那叫小巫见大巫，不能比呀！啊，科技跟佛比，那幼稚园。啊，以为自己就不得了了，以为自己的能力超过神圣，啊，超过上帝，啊，你以为你的是。你的这个能力超过佛菩萨，佛菩萨不怪，笑笑而已。你说超过上帝，上帝可就没那么好讲话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上帝在六道里头，尤其是欲界，啊，他的烦恼习气不轻，但是有。啊，欲界的这个上帝呀。还是有成慧，怕的是他一发脾气了，整你了。色界里面的上帝不会，他没有成慧心。欲界有六层天呢，这个六层天的上帝不会饶过你的。我们也常常听说上帝发脾气了，我们晓得这上帝是欲界、四王天、忉利天、夜魔天、斗率天、化乐天、桃花自在天。护法神里面。大多数都是天神、龙神、鬼神、八部鬼神呐。他们还是有贪嗔痴，看到你行善，欢喜你，拥护你，赞叹你；看到你作恶，他也恨你，他也惩罚你。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，佛法过度及众生，这一句里面是讲所现的事。能现佛法，
信佛法是什么？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行啊，学佛了，这些事情啊，都在毛孔里面看到了，啊，在这些档案资料里面呢，看到了。能现佛法，当然也能现世法，不必要文字记载呀、啊，因为它底下国土众生一定包括世法嘛。国土是依报，你是过去世。生生世世，你在哪里投胎？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？这个国土包括范围非常广大了。一切诸佛刹土，我们只要有缘。都曾经住过，这些事情现在逐渐得到证明了。往年我在美国，有一些同修收集美国一些资讯，啊，有时候在杂志、在书籍里面所看到美国。最近这几十年来，对于轮回这个事情，很多人在研究。啊，出版物相当丰富，确实证明人有过去世。啊，有些人前生是人，别的国家到美国来投胎；有些是动物来投胎的；有些呢，现在人家。外星人，他前世不在这个地球上，在其他星球上，他的语言跟我们这个是地球上语言完全不相同，证明呢，那是外星球来的呀，他方国度来。啊，实在讲。他们的观察不够微细，如果观察微细的话，会显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空间的境界。说明每一个众生生活空间之大，皆不可思议。从高境界升到低境界来，这就是堕落。天人境界高，寿命到了，天福享尽了，恶业现前了，他就往下堕落。啊，低境界的人来生呢，升到高境界的，他超生了。饿鬼道、畜生道、升到天道去了，这些事情，佛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。啊，现在外国科学家利用许许多多方法在求证。啊，这些人肯定佛教里面讲的。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他们相信。啊，往年我在美国看到一份资讯，是加拿大的基督教，他们研究轮回现象，这一批基督教徒肯定佛教讲轮回是真的。
我们观察他使用的方法，大概80%，他们用催眠，深度的催眠，说出你过去1世、2世、3世，甚至于到10几世，再往前面就困难。一般呢，说出这个30到50的很多，很普遍。所以，你过去生中啊，你居住的环境，或是天堂，或是地狱，或是恶鬼，或是畜生。更复杂的，或是魔道，或是妖怪，或是神仙，真的。都能够啊，显现出来。众生，这是讲你得的报身，你是得的什么样的一个身形？在六道里头很复杂了，每一道里面是在讲，那个形状都是无量无边。我们在人道同样的人生。面貌相同的就找不到啊！一个人是一种面貌啊，体质相同的也找不到啊。什么原因？业不一样啊！业因不相同，业缘不相同，果报哪里会相同？双胞胎，有的时候面貌好像长得很相似，这个我们见过很多。过去生中，业因业缘非常接近，但是到这一生来之后，逐渐长大，逐渐就产生差异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、想法并不完全相同。于是果报，时间越长久了，差距就越大。这些都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要明了，我们要学佛，一定要认真从《弟子规》入门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事法佛法，世间法理记，第一句。去离欲无不尽，佛法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句离尽诸佛。现在一般人都不懂啊，世间人不懂啊，学佛的人也疏忽了，对一切人事物没有诚意，没有敬意。你还能成就什么？印光大师讲：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
真诚、恭敬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儒家非常重视礼呀，佛家重视戒律威仪。礼没有了，儒就没有了；戒律威仪没有了，佛就没有了。所幸皆有随念力，啊，这个意思容易懂啊，戒贵在这里。Thank you.